哦，有了，耶！哦，落水。哦，来比。OK， 各位，难得难得，今天一起大早，我们就要来特地耕耘。两个睡不着的男子可以干嘛？除了耕耘，还是耕耘啊！天气有够热，天气热没关系，我们还有耕耘，泡泡脚，好不好？不过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目标应该不是泡脚吧，我们应该是泡到这边为止。凶了，对，我们要泡到这边为止，太热了受不了。OK， 那等一下就去看看喽。OK， 来 go。丢一个这个深处，但是下面突然一个很深的地方，一个凹洞，下面探探看，先放线让它下去。哇，有了！哼，小黑猫。OK， 很小很小，但是藻类很多，夏天生藻。哇，黑猫吗？石狗公。没关系啊，扣嘴可以啊，你不要碰到它刺刺的地方就好了。扣起来吧，嘴巴很久很久没扣了，还会怕。石狗公 ，OK， 爸，果然夏天耕耘真的很稳啊。对，我们才走进来，我是泡第一杆的，超屌的，第一杆就中，是超屌的。启动啊，别刺我啊！哦，有了！哦，凹成这样哎，超凹的，他钻了！快，我绕过去，绕过去！哎，起来，起来了！哎，比较大哎！哎，好大哦！比较大哎！哦，这有二十了！真的好大哦！你那只是玳瑁吧？玳瑁，玳瑁。哎、欸，这只可以啊，不错哎、欸，还在解啊？我以为夏天都是小只的、欸、啊，没有，有大有小啊，有大有小，只是通常来这边小的比较多啊，但这个已经算不错。在这边来讲，对啊，好了，拜啦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我们完全是这种浅的地方哎、欸，对啊，这边好多、啊，它爬上来，那这边再多来，这很轻松哎，但缺点就是它钻得很快，对。就觉得胶太多了，它离底下只有20公分吧。哎呦，哇，拖，厉害厉害啊！哦。小小的，小玳瑁，耶，喂，是什么？你来这边丢？哎，我一直用那个，就是大拇指这样碰它的那个牙齿，对不对？嗯，怎么？有点舒服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就刺刺的，还蛮舒服。啊，真的，喜欢就好。白捕。外面就有，外面有。有找到他们的老巢吗？有，这条都有。我来换亮片玩玩看。哎、欸，很少在玩亮片。对，真的。啊啊！哦，帅哦！轻功水上漂。哎、欸，这是同一只吧？我觉得是同一只、欸，体型差不多。其实亮片都还蛮适合玩耕耘类的，真的。或是这种藻礁地形，踢尾有比较会咬吗？踢尾可以啊。我每次耕耘都习惯用那个虾屎，一直都在那边，都在那边。就是上次我们丢的那个洞，应该在这里啊。对，我们就丢这个洞。哦，你说那个洞哦？对。哦，硬拔，要拔用力一点啊，这只。
这只可以。赞哦。好、哦，这也差不多二十了。可以，好好笑。我们找到了神秘的洞穴了。好棒啊！爸，是说我们很久没有喊钓鱼爸了。真的。然后有些地方真的就是会有那种石斑公寓，对，他们都会聚集啊。对，我笑死。哎，石斑他们也是群居的嘛？不，但对啊，不一定。好像小时候会比较喜欢聚在一起，比较有安全感。哟，帅哦！哎呦！哦，更大只了哎！不错，这越来越大，而且是汤匙哎！对啊，斯卡蒂，来，耶！哈哈哈哈哈！石斑公寓，哎，超爽的！ Okay, 你这个应该是房东哦，有点大哦，你这一只什么？好像是房东哦，对，有点大只哦。敢放走？拜。冲歪了！哎，落水！哦，好弯哦！我看，哎，这是大的哦！赞！也可以哦，体型都比较大哎，越大。六六六！金色玳瑁，之前都是黑猫比较多。对。在。我刚刚都还没开始卷，就已经中了，直接落水，对吧、啊？有，哎呦，哦，抓了，完了，大，哦，起来，碎，哦，来，拔起来，哦哟，哦，赞哦。这小一点啊，但刚才拉的有点夸张。对，到底住了几只啊？哦，不是吧？哦，钻了，快，站了。这个应该是刚住的吧？哦，连咬，对，这是刚住的。哎，各位，这个是。是哦，是这个鱼的体型大小。哦，现在有稍微有点退烧。刚刚太刺激了。对、啊。我们再往右边掏一点点。之前体型比较大。之前体型比较小。这种的，它这次有比较大。大很多哎、欸。真的。是最对于这边的对。对啊。那我刚那个中指是怎么回事？那只超小的，刚入住，感觉那一栋已经差不多了，换隔壁栋，换一个社区。中，哦，亮片好有用哦。OK， 这次是那个 HR 的亮片，五克的。OK， 漂亮，拜哟。已经在涨潮了，那龙眼可能已经掉到忘我了。我预计没错的话，应该是要游泳了啦。现在已经在他的。腰部了，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已经在我的胸膛了，究竟会不会灭顶呢？好像还行哎，我只能说身高优势啊。OK 的，我刚刚都到胸膛了哎，奇怪嘞，来帮你捡回你的，真假的？好哎，好猛哦！刚温拿啊，是这个哦 ，Jacko 那个，小心哦，欢迎归来，哎，回程路上还捡到查理挂的饵，刚温，后退，我要跳过去，啊，嗨，
那我们等一下再换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们再继续钓一下看看。好。前导越剪越短，现在前导超短了。钻超快的，虫歪了。这也太有挑战性了吧！啊，又掉。刚有吃很死的感觉，这也太难了吧？为什么？哦，有了！哦，水啊！水啊！黑猫，小小的，大，拜拜。还有很多哎，感觉好像看很多，可是都那刚刚那个体型吗？应该都是，但有挑战性的，还蛮好玩的。黑猫，这边是黑猫，黑猫公寓是吧？对啊，这边换黑猫了，赞哦！我体型都不大啦，六，但好玩好玩，很黑耶，对啊 ，OK， 看到没有？我们从几点还没有太阳的时候就出发了，四点出发，五点到。我的感觉是龙也睡不着。我也睡不着啊，整个就是心情很特别好，然后趁着这次的夏天赶紧耕一波啊。嗯，今年的耕雨好像比较晚哦。嗯，我们好像是，对啊，去年是春天就有了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天气不好嘛，就这么简单。嗯、然后我们整条吧，我们从最远的地方，哦，好远哦，跟了一大圈呢，有狮狗公嘛，嗯，玳瑁，还有龙野刚黑猫。哦，找到了黑猫公寓啊。嗯 ，OK 啊。那也祝大家今天的耕耘耕起来 ，OK， 拜。